要再追。这个也是啊，这两个不是。进到食品厂内部，食安处稽查人员查核原料批次及溯源。这个不是，你确认一下哈。抽验原料先后送全国公正检验公司及卫福部食药署检验，结果皆验出苏丹四号。台中卫生局表示，此间位于大肚区的绿野实业，这批生产制造的古月粉，也就是黑胡椒粒，共有630公斤，已销往新北、中彰、苗头共25家下游业者，已要求全数停用并下架，目前回收约12公斤。一家业者的通报，该业者自主送验的古月粉检出苏丹四号后，随即派员前往抽验，检验结果检出苏丹四号与规定不符。苏丹红食安风暴持续延烧，最起初由下游业者自主送验，发现不对劲，因而通报卫生局。至于胡椒粒为何叫古月粉，早期年代高龄长者叫不识字，就把胡拆开来念而得名，沿用至今。1月底进了849公斤。目前自动没有使用，对不对？目前尚未使用。不过其实在上个月，此间食品厂就曾供入上游厂商使用到宝兴公司问题青辣椒粉制成的白胡椒粉。由于苏丹红辣椒粉调味制品影响层面广大，台中市卫生局已通知包含高中以下学校、医院、安养及长照机构等1000多家自主预防性暂停使用辣椒粉等辛香调味料。三立新闻林伟智前一节台中报道。